怎么又是同一个颜色啊？现在完全融在一起。完全融在一起了，发生什么事？你刚好去搅拌它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想办法解救一下。这个不是又是跟我刚才一模一样的颜色？我们绕一些蓝色在旁边。哇，变成异色蓝河道道。好，开始。哇，嗯，刚刚那个没染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别的方法补救。可是那些一颗一颗的道道是什么？那个结，结块。对吧、啊？结块。什么叫结合体？好，我再帮你补一些其他颜色，然后用吹的，好不好？一样可以做出。来这边呢，来，它这个作品的好处是因为它的底色够深嘛。那如果这时候我给它一根筷子，然后这边，它是不是可以画画？我回去会动，代替手指头这样子，就做一些那种星星点点的感觉。我说真的，来，这个很好看。来，夏老师讲的，这样子甩上去。高一点甩，高一点甩，对，没关系，你甩。用牙刷也可以。对，用牙刷，太水了，不用。有没有？它拖一个尾巴这样子，来再甩。好，我换一个方向给你。甩那边。对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是不是很自然？看到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很漂亮？所以它的底色相对深，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嘛，我们是有变通的方法。这样是不是更特别？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再转。哎，这边比较空。好，那、啊、你觉得差不多了就可以了。我看看有没有，还有白色的，想不想甩白色的 ？OK， 想不想甩白色的？好，这每个人作品都不一样哦。来甩一点白色。哎，不错哦。来，再甩一次。下来上，可是为什么那个颜色跑到另一个颜色，那个白色会缩小？因为流体化，它有水，又有那个，它中间会产生一些变化。嗯、啊，这边想不想一些白色 ？OK， 底下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滴一些白色在这边，大家听我说。然后我拿一个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尖尖的东西，你去勾一些土。你去勾一些图案出来。有没有？一点点就好。飞机拖过的。有没有？就这样子就好，这样美不美？美。是很漂亮。OK，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做法，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地方。好，自己动手做了两幅最棒了，来给同学一个鼓励，做得很好。然后手脏了没关系，洗一洗，然后作品过两天我拿到学校给你们 ，OK， 今天就这样。Okay.